来，八块来，给我的鸡腿排，今年四个客人而已哦，赶快哦。春节俩，春节俩，来两百块来，六鸡，什么物件丢对啊？我懂，小姐，我懂。我顶礼拜有甲大家讲过啊，你无看啦？来，你请看重播。
来200块，今年啊一个人10只，来记得买200块，够上面了。我求水啦，有啦，我这三分拢用干白煮的，那有够求水的。来200了，来10只200块啊，赶快。哥，谢谢啊！哥，等我坐，我坐你的车啦。我要台中看棒球哩，来200，谢谢啊，斌哥，拜拜。来给你买200，一百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让给你买200，好不好？直接啊，给你来200。最后一位了，阿北北也请，请假喝酒，用今天用他的路，来200路，我们公司最加工，对啊，因为平坦平坦啊。来，最后钱200，好啊！阿妹妹给你买呀，就听到阿妹妹来，你做歹看的，来，我多继续后一项的。来，二，谢谢。来，牛肉罩来，麻婆牛肉罩，后边在包啥嘛？泡菜锅碗蒸，好了。我还以为给你吃嘞，都伫你外面偷整的，该死太邪啦！来，后面花枝牌，花枝碗好了，老板花枝牌，哎，第三样。花出百多片，来泡菜贡丸100块，卖介绍啊，请价喝进来，来100块了，大概要2份。来泡菜贡丸100，进来。泡菜贡丸100块。来，有人无买着无？泡菜贡丸100。500，泡菜贡丸100，贵未啊？4个。来，最后一位，泡菜贡丸100块。最后一个人给。我来给中包啊，泡菜跟我做一下，真的好吃。来5个客人，来谢谢阿花枝百花分解了，美牛肉罩啊。来回去摆上面来，开始我的真假不？来哦，阿你看比一下。知名大厂，知名大厂的，人家二价几包美贝小包定价。一下等你准备再来多少呢？麻婆牛肉罩，一人一份，来500块，对啦，公斤的啦，我都想要订量的啦，因为我别人做俗啊，但是我嘛希望你大家拢买会少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你金钱唔免惊我哦，唔是300，唔免400，一个人加摕500，摕400块的物件卖你300，来200块来，麻婆牛肉罩，你吃到你会再回来吗？老板娘的手机电话，你自己加入他，来200块，看你要什么跟他讲。麻婆牛肉罩。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进来，200块，麻婆牛肉再来。你等一下加2碟豆腐，做一杯滚滚的，更加赞，真的好吃。来麻婆牛肉再来，多两杯来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，麻婆牛肉再，200块来，来200块再加点几包，来200块来，进来，宝贝姐动作快来，牛肉再，麻婆牛肉再，真的是好吃啊，真的是好吃、啊。来200块，连我都要吃过了。我本身是无食牛的啦，我冇食着。我食豆腐啊，不过走红豆腐无，我连皮我都皮袂得。来200块呢，200块食着豆腐我就知影味，足赞啦。来200拢啊哈，麻婆牛肉罩。这我懂，这真正是牛够少的，这500、200你无准备啊。来谢谢，来要食鲑鱼啦，靠，遐今拢无卖着鲑鱼。来要食开500，开400，来300块，300块来鲑鱼买300块，来新小姐要鲑鱼来300。爸爸，谁要吃鲑鱼的，快点！来300块，结束了。好。牛肉中央包现在没有。来乌龙面。现在没有。乌龙面好。来300。不要我鲑鱼无啊，今天啊。有。无咧，这咧。有。哦，看啥没空位。来300了。看峰哥，你用以前定释放酒精，你啊，玩两个开套大浪，套大波波。好。没500，来300块来鲑鱼，这铁板烧的也可以做好吃。等下哦，你家己煎，无可能煎袂熟。你要大提，你搁无把握煎袂熟，你要煎倒。来，没500，来300块来鲑鱼，铁板烧鲑鱼，无人要买哦。来，我先招一个来300块来。来，主角买鲑鱼也行，来汤鲑来。变。来，大哥来开始，谢谢。来300，大姐买了，扛过来，来边个大哥也买来。来2个，您紧等钱啊！我鲑鱼哦，愈来愈贵啊！我要变来变后哩，您紧买啊哈！唔通阁想伤济啊！想太多你是买不到啊！不是500，是1份300。不要考虑那么久。来300，个人无买着鲑鱼吧？3个，来。
继续，不是五百，来三百咯，来再来，来过去，三百好，够好了哦。五百你要买无一半，我你开五百面，我你开四百面，来三百咯，来过来。三个，吃较贵个，五百块了买无一半，来三百块来过去，赶快哦，快哦，来三百块真正水个哦，你茫管咱细细，我这身多一流个呢，来三百块来，超多钱来，来三百块而已，来三百块，各有三百块着，紧嘞，来三百块一堆，国语，通通买到了吗？国语，来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都想要拼完呢，来，哎呀，第三百已经够少啊，不能。我再讲五个啊！来，要吃鸡块啊！两个人给你来三百块完了，红龙鸡块来，小姐要一份来，来三百来给，来大哥要一份来，鸡块不拿对吧？来大王吃几包？一百五，最后一包了，没有鸡块了，大王鸡块三百，我本来买一包呀，一包是两包啦，我这边嘛过来，这边啦，伊是隔壁过那边啦，哦，你是，你那个偷酒精啊？柠檬鸡腿排哦。好啦，客气啦，底下底下底下，你忘记了感觉？哦，还有加猪排啊！我得换换那个虾，你能帮我谈完了吗？乌龙面三百过来，乌龙面三百，还有加猪排还有吧？还有加猪排。乌龙，来个客气，来三百乌龙面三百，小姐妹啊，啊乌龙面更多，不能包。鸡腿肉卷出现，下一个，来这样钱，细胞你吃到欢喜，他成功吃乌龙面得了，来三百，二十包哦，因为一包里面是五小包，三百块是二十包，来三百，中华呗，有小家庭的别别瑞，吃别瑞，吃别完的大好了。两包你帮你乌龙面，来一百五小姐要来，赶快，你两包都可以给。来八，来两包八包，不是两包，来八包。来小姐你要吗？乌龙面。买牛肉、卤肉、羊肉。来都买到了乌龙面。包下。都买到了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你要三百啊？来这两包再给我。来小三百五。安尼无啊？无啊。乌龙面完算，跑啊车过来就。来，黑五加猪排来，等大锅头，公差小。来，黑五加猪排来，两片。来，八片，来高片，来十片，你来，两百块。黑五加五猪排非常好吃。来，阿玲龙鸡腿排，帮我熬住。来，两百块来。来，五片，来七片，来八片，来高片，来十片，真正好吃啊！我的黑五加猪排，超香的，味道超够的。不会辣啊、哦欸、它不是辣啊、哦、它是黑胡椒的香气哦。来背鸡来整鸡来能大红。对了，没背的话黑胡椒猪排来两百块。都买到了吗？都有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。你不是背黑胡椒一边铁路也好。来铁路来赶快能大红来铁路猪排来能大红。铁路猪排全家两百啊背干净的。来我给我给来了给七点。来背铁高铁来十铁我来最后存两个人给黑。哦完了存几天呢。铁路猪排还有掏钱。哎，好，安尼无啊，无收啊，好诶，无铁路啊，好诶，来八地，来十地来，铁路刚刚有铁路，对，铁路有，有啊，有，对，来两百块，嘿，不只有，来掏钱，嘿，靠鬼人靠，来十地十地来，铁路出牌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位，最后两位，两位，来六地。来八片，来十片给你，这次真的是最后一位了。来铁路猪排，最后几张给，最后一位大片的铁路猪排，来能包过来给你，来六片，来八片，来十片多，最后几张给，没啊，铁路猪排，来两百块，还没买的举手，来铁路的乔乔姐妹来，谢谢，没有啦。会不会很凶？我不知道，不过小小一只啊。柠檬鸡腿排能包过来，我让给你，给蛋鸡。我的不啦，五个而已，收钱，五个收钱，纠结啊！我了，来升阶，来三，你不要啊，停！我，我第三个，二不啦，五个而已。来几千？来五个，都给你了。来，
你今天来稍等一下，我阿爹阿爹帮您帮忙的哈。来泡菜公碗来拍摄，好了。来，谢谢大哥，抱歉久等了，谢谢您。来泡菜公碗，哥姐上菜。两百，来七八公，一点中间一点，泡菜公碗一百块。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泡菜公碗，好啊，好我小来，要吃干贝来五百的四百。适合去卖火锅。一克也无卖啊，大粒的啊。煎奶油的好吃啊，哦，阿咧煮汤，要煮火锅来三百块啊，三百块干贝，要三百块。刚刚听到三百块要买干贝，我半暝就走开买。你是阿怎？去年哦，两天六百，两天五百买，两天卖你一克钱，来三百块咯。干贝来三百块两盒，然后去接你去，来三百块来掏钱，大都袂见嘞。这不可能，两天三百，两天一公斤啊，卖八百，来三百块。三百块来干杯，三百块够了，没得了吧？来，大哥来，大哥来干杯，三百块我唔知你咧想啥呢？两块三百，再我恁想下久哦。来干杯，三百好，谢谢，收来倒，要收一百块，我干杯咧，我陪我。来，阿根廷鱿鱼，阿根廷鱿鱼，来，托特五百过来。有人要吃托特无？来五百，来两块，来三条鱼，来五百过来托特。我今天拖头加水，加高呢。我那边接收到吧。来，就前面拖头来五百。真正无人那边拖头。来，接电话哩。来，五百公司的。副会，为什么你听到火车便当就出现？来，你三个搞咩咩？无得无啊，拖头。五片哦，来五百块来拖头，五百公就前来前面拖头来，五百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要拿开皮包给我钱？误会了吗？来，我爸包一份了哈，还是你要买三份也可以，一份就好。来，托托，我爸，我的人家都没呀。来，托托，我爸包，会有人没买了吧？托托。小许，我为什么说出来？你可以解说一次。听没得呀？到那个贵妇像我这样的存钱，你还听得下吗？快讲，我大哥包讲，我听没得，不要紧。我给你小家庭的嘛，买一只，放进那三袋，就爱卖五百块啦。减两袋起来，来三百块嘞。我做不了三百，刚才两袋嘛，两三百，来三百块，涛哥，这边再多少吧，赶紧嘞。小家庭的可以啊。不要是五百，没有三百，我今天嘞。来，要吃这个鸡软骨的来，一包两百，一包八块，面做好之后来再一骨头。鸡软骨就是鸡腿中这两骨啦，可以当吃，做好吃啊。一包两百，一包八块面，来七八块我都一百块。鸡软骨，来一人一包两包都没关系哈，来七八块来。大哥你要几包？来两包，好来。大哥你吃这位的来。我做容易的话潜力啊。来鸡软骨七八块。还有人没有拿到了吗？鸡软骨，来一百块，鸡软骨一百，对啊，准得定价了。来鸡软骨拢准备了哈，真正好食，一百块这大牌著作的，来好。啊，帅哥你买啥？你不讲？安尼我就知影。来鱼饺两百块。徐未成在贵宾室出火车便当。来，就各五包啦。好来，这两个一包得了。好，你忘记就排好了。来五个客人，来柠檬鸡腿排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好了，来柠檬给你摆，来来大哥来开始，谢谢，来鱼饺一百块我都，一百块来，要吃鱼饺的来一百我都，来今年啊，一半卖五个，一半卖四个，来三个人给买，来鱼饺一百块来，鱼饺一百块，哇，鱼饺卖一百块恁不要买啊，来三个买都，来鱼饺卖一百都，一百块。好啊，鱼饺不再吃了啦，你别客气了，来三个客人吃就好了。鱼饺，一百块，来七八，七八，我的鱼饺真劲好吃啊！来三个人给，来来七八块来鱼饺，来最后两位的鱼饺，一百块。过来没吃鱼饺吧？来七八块，来没吃鱼饺来吃啊！好吃啊，闻到鱼饺。来没吃喝？阿根廷鱿鱼的三百块我都，三百块，阿根廷鱿鱼，真正大货呀！两百来，三百来，七百块，伊来三百，买哪？较济啊，买来两百块我来，两百块来，又要买两百好了，我白买啦。我早前在竹坚持买我三百两，我不完全嘞，又已经起价啊，我不得买两百块，别作班呐。我上个月呐，我紧呐，来两百块来，
阿根廷鱿鱼了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，谁没拿到的快，来两百块来，来边两百多，真的新鲜哦，炒一炒，烫一烫，做三杯都好吃。来阿根廷鱿鱼两百，都有三百杯的，两百块回家给你哦，不带你就无留意哦。来两百块来，阿你都买到嘞，有了都买到哈，来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鱿鱼够话的。安盘车上好，甲摕起来看看来。来要吃卡拉鸡腿排啊，三包了。这里你诶，这个伫内底吃，伫店吃叫劲辣鸡腿排。哦，啊，我拢叫伊卡拉鸡腿排。来，抽三包了。没有了哦。来一包二阿哥，免一包两包都卖卖啊。你三包卖卖，看会收着。搁一包来，摕两包来。三百，这也是包，包我皮皮，来这也买两包，这也买。来，要吃龟虾包啊！你哦，这鱼啊，看啊，水拢无人点呢。这鱼啊，真正好水的，你拢唔点。来，要吃龟虾包，先买来，来五百块啊！纽西兰的龟虾包，超漂亮的，对针对行头。拜托你也要煮汤啊，先蒸过啊，做一人客拢搞起咧煮汤，哎，汤安尼油油，我讲正经诶，有时人过一下班就是油脂丰富，用这个用行诶餐厅做去料理。啊，你要煮汤，你也先蒸过，哦，你也先蒸过，把迄油蒸起来，啊，落去煮，哦，啊无安尼吼，汤热吼，油落落，真的很漂亮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个人，来五百一公斤，五百一公斤，四啊五四百，你都买袂着。来要吃下班来，三百块来。三百块能贵一下吧？真的很好吃。小许，哪个呢？几斤麦斤呢？一定贵，我讲。讲起来，两包五百已经足少的啊，两包四百，三百已经了钱的卖啊。这两三是我咱大家人给来两百块我的，贵一下吧，两百块，就一个人给下来，一公斤哦。来后面小姐一份。哎，不是一包两，两包你的一包你有没有买掉？这里面很多片呢。两包呢？来两包，我贵一下吧，没有了，谢谢。可以，都准备了，贵一下吧。两百块，来你之前之前唔捌食过贵一下百了就，我今我了一百块几只，但是后端我上最低价是两百块哦，哦，我大概试过嘛，我今买一包就来两百，好呀，一包两百，中山海鸭血，小姐你可以再买一包没关系，这个真的不便宜，我没有这样卖过的，你买两百啦。人伊知影内行，会晓买两包。你唔知影买内行，我见你请只一包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。一百。啊，挺好。对啦，一百块。挺好，你卖一百块。谢谢。来，阿要食红盘车站，阿要食鱼啊来。来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来三百块来。有水无？这鱼啊超漂亮，深度超迷人的。来，要吃红盘车站的来三百块来。下青叶。不水咯，这鱼也漂亮嘛，对针对煮汤对红烧，安怎煮都好吃嘞。来啦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，先招一个，要来安盘吃汤啊。来三百好多，哎，真的好吃嘞，这鱼真的超新鲜的嘞。来三百块来，按啦，我的皮要用招来吃。皮通啊，鱼，又成目的哩个。来，免五百，免。